收不收？收。嗯，这个不是啥呢 ？Oh my gosh! Oh my gosh! 这个黄，嘎嘎香啊！加肉又嫩又紧实。谢谢粉丝，你们今天点的真不错。今天这一顿吃的真是太满足了。哎，我喜欢这个泰国的辣酱，辣酱正好解了海鲜腻。就问你们看着馋不馋？精华都在头里头啊！Oh my god！这也太香了吧！大块香肉吃的就是爽，吃不了就别硬撑了，留着干啥呀？这小老外还挺能吃，最后一口。第一回吃这么过瘾啊！今天这个像奥龙自助了啊，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剩的这个头我们拿回家保个粥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个三连。我下次该吃点啥呢？大货，下面的大货。